是岷江啊，这一条都是仿古，这里就是上下行了，这一半就是上下行了。嗯，但是我前面是不能掉头的，我只能往前面走一点，你们等下从这条逛过来就可以了。这一带范围都是上下行了。嗯，上下行就跟有一点跟来了是吧，50年代苏联这个是吧。嗯，这个都是以盖，可能隔盖不久，但是都有点缓那个嘛，它的商业中心。哦，上下九是吧，上下行。上下行，我还以为是那个老区是在那个鼓楼台江，都是赶海的，都是做渔业这一类的人，是这个性质。我是打个比方，就是哎，嗯，我们福州话，我们福州话叫什么，就是说就是渔民的性质嘛，意思就是渔民。是啊，他就是靠这个江嘛。对，福建话，福州话怎么说，靠了呀，就是渔民的嘛。时尚，哦，这两边的楼是新盖的呀，基本上都是后期盖，不怎么久，但是它是有点仿那个，哎，没错没错，就是仿古的，仿古的，也是等于是以前的最早的商业中心，商业这是住宅吗？都是上面的基本上是住宅。嗯，这边住宅。等叫号的。Oh, wow.
边啦。Thank you.